所以未来可以现在查。对啊，好，就投资了快50万。投资50万。先请那个先退钱给他了，因为财经卡都不用三了。好，在我们节目里面都没有什么好评。不是最不想娶的，就是最凶的，最凶太强势。而且我根本就不是这样，不是啊。我小时候你就看我出道啦。对，那人会改变的嘛。对，结了婚之后，网友一定有说法。来来来，娶她像娶到一个妈妈，她根本是老公的老妈子。这很好，这好事啊，娶到一个妈妈，照顾老公啊。对啊，输给不会动的树，脾气不好也在所难免。输给不会动的树，这句很伤哎。一个美少女嫁给外形平庸的男子。结婚久了难免心生不满，小猫咪终究会变成一只母老虎。我怎么觉得这个是宪哥写的啊？对，应该去很中肯。我觉得浩然是因为19年他的积怨也该爆发。是哦，真的会积怨的。你有曾经考虑过？你们都没有跟我老公相处过19年，他有多无聊？其实我能够现在这样子已经是很厉害。老实说啊，钟平哥他没有讲话的时候他都这样学得好像就是跟他没有办法怎么聊天啊。糟糕，那辛苦你了。对啊，而且你知道嫁给我老公母亲节、情人节、结婚纪念日是没有东西的啊。对，他唯一就会把你带到他种树的地方，说这一棵树是夫妻树，是我为你种的。哦，然后那也不是夫妻树啊，只是两棵靠很近的。他称之为夫妻树，夫妻树。他该不会把它掰在一起吧？你讲真的有后悔过吗？是没有后悔啦，但有时候就会回想到结婚那个时候的年纪太年轻了，因为我23岁就嫁给他了，好早，然后就当妈妈了。对呀，对呀。哦，讲到眼睛已经有泪光了，真的。所以观众朋友真的不要再讲我了，一个女人19年的青春好吗？好伟大，好伟大，真的。好，你不要难过。宋承宪说他最近练腹肌，说来台湾给你摸，对，让你检验一下。OK， 好。为了证明你不是管家婆，我们直接来看 Visa， 来 Go。当老公乱买东西却没事先告知，老婆会生气吗？真的吗？你今天的报告费呢？因为我的报告没有拿过来，因为我刚好要去缴钱。前台的那个现场没有？冠景那边，今天刚好有种树葡萄。帮你讲重点。你有没有看到我示意的？对。那他跟我聊，他就很投缘，因为他觉得我很那个。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呢。他不来。对。多少钱呢？没有很多钱啊。2000。2万。2万。那我就自己。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啊，我要去缴钱了。好了，等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了。你怎样？因为我买了30棵。那你每次都这样不商量，就是你想要怎么买就怎么买。然后每次又说我给你零用钱才给3000，然后你又花3万块去买东西。对，人家今天有打电话过去给我，他打电话，那前几天就有打的。对，怎样？那个林哥，你看他最近啊还不错，贵人好。是啊，然后呢？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一个还不错的投资啊，他讲了那个不动产。对。然后。觉得还是不错啦，投报率很高。然后是做什么？然后问我，就是那个啊，未来住家。未来住家。我因为现在合法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未来住家是古塔。对啊。玉林哥现在做古塔。就那个好了，就投资了快50万。投资50万。那50万是几个？十几个吧。在哪里？地点我还没有详细的去看。
应该也是那个。然后你跟他说你要投资了吗？我已经请那个先汇钱给他了。你买金字塔都不用三百吗？不要忌讳，因为这种东西。我没有忌讳，我只说你这种东西呢，跟老公生。生老病死了是。什么都不是，你搞错了。我是说你怎么做什么事情都不跟老婆商量。真的不是，我是一直以来都这样的。我现在就是跟你商量了嘛。你已经钱给人家，你来跟我商量啊。那个，觉得别的老婆能受得了，老公每次都这样子。不是，他跟我付了才，他跟我讲说，就每年有大概20%。而且玉林哥真的这么好赚，为什么我都没有听后讲他叫他投资呢？是好赚，但是因为他是看你笨吧。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很糟糕哎，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跟你讲话。哎，你每次做事情都这样子不商量的。那个会有算，会有我不要讲这样。我家有针孔，有这个针孔，我还是跟你道歉。但是我检查没有拍到别的吗？浴室那一段我没有播。浴室也有，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跟钟品有套好了，他故意要气你啊。对啊，他就讲了一些话嘛。我为什么会当真？因为宪哥，你知道我老公常常都是很多东西，他都是先买，然后付了钱，他才告知我。哎，糟糕了！他去年就是人家跟他说有种瓮啊，就是那种宜兰传一种有什么瓮，酒瓮。对，买了300多个。300多个瓮，他买300多个。他是要做瓮仔鸡的生意。花了好几万。我说那你可以赚多少？他说一个我如果要卖到1-2000都卖得到。然后先买。先买，然后卖了2年了，还没卖半个。谁会买瓮呢？谁有买瓮啊？买瓮。所以有时候观众就觉得我为什么常常在节目上会念我老公，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私底下念他，他听不进去。有时候我想说在节目上念他，他可能主持人有时候跟他讲，他会比较听得进去。哦，这样好辛苦哦。我想只能聊到这里了。对 ，OK。后面有人在那里好好站，脚在发抖，一直在那里走，已经在移动哦。再次谢谢浩然。